五年来，虽然我们的民警换了一波又一波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郑某某的追捕。一年来，我们经常性的走访嫌疑人的家属，进行规劝工作，同时对于新增的各项关联嫌疑人的信息进行研判分析。郑某某归案之后，其对自己当年一时冲动犯下的罪行非常懊悔。在逃亡的25年期间，其以乞讨为生，以及在这个山区周边打零工为基本生存，各项这个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。